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新成语动画廊。今天 YY 同大家讲个成语有三个，三个都有第一的意思的，但实际上的区别有没有呢？同大家分析一下。第一个是首当其冲，第二个是独占鳌头、okay? 第三个成语就是始作俑者。三个成语其实有些分别的，要同大家讲一讲先、okay? 第一个的时候我叫首当其冲、这个字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你看很多新闻上网去看的时候会发现用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当其冲见到个首字第一同埋冲就好像是爭第一的意思，譬如說中國在這件事上是首當其衝，就以為中國這件事排第一。其實這種用法很多新聞記者都是用錯的，因為首當其衝的當字是承受、抵擋的意思。衝在古代來說交通的要塞，那引申做什麼呢？就是一些你第一個承受災難、承受問題，那我們叫做首當其衝。所以他不是說他跑第一，他是想說他第一個迎接這些災難、問題。那我譬如做例句大家就會明白了，疫情持續了大半年了、okay? 那旅遊業是首當其衝，因為經濟受到影響嘛。你見得到我這個用法是很正確的，因為他是第一個承受災難，因為疫情一發生的時候航空業、旅遊業即刻是停頓了，所以用法大家要小心一點，他不是第一個意思。 OK， 中性形容客觀事物，我們用首當其衝， OK， 承受災難那就 OK 的了。那你甚至可以說一些海嘯啊，什麼地方最近的城市會首當其衝都可以的，這個用法沒問題。那第二個呢，獨佔鳌頭。鳌這個呢其實是一種動物來的，這種動物是神聖的動物，聖獸啦。古代的講法有很多，有人說龍有九個仔，那這個鳌呢其實就是一種有麒麟尾啊、腳啊、龜的背啊，很複雜。有些人說其實真的是大龜。 Isn't it great? No! I'm gonna be totally...但無論怎樣都好，在海上的大龜都在古代來說比喻了很有能力、很有承擔、很有依附。有人說不知道是海龍王的第幾個仔，總之不重要的。即鳌這件事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一些古代很有神聖力量的東西。那在古代的時候，原來考科舉考試的時候有一個地方叫殿試，殿試考完之後做了狀元的人就會站在一個地方，那個叫獨佔鳌頭。那個地方就因為古代的宮殿外面會刻了一些浮雕，那個浮雕就是用鳌頭去雕成的。那你看得到整個浮雕的樣子就是那隻聖獸，所以古代來說是吉祥的意思。但是那個狀元考完之後就會站在那個位置，我們叫獨佔鳌頭。這個成語引申出來就有第一而且是第一個人的意思，有偏向是褒義的。即使我們說一些客觀中性的東西的時候，它總之一定不會落到貶義的意思。我舉個例子，譬如說、疫情雖然很嚴重，但是全球富翁的排行榜這個人都仍然是蟬聯首富的，就是亞馬遜的執行長，他仍然都是獨佔鳌頭的。這樣用法就準確和正確了。至於第三個我想跟大家講的成語就是始作俑者。那我講這四個字的時候，大家要明白什麼叫俑先。古代有一個挺殘忍的東西，就是一個人其實在死了之後需要人俑去陪葬、okay? 人俑去陪葬是什麼意思呢？即是換言之，譬如我死了、okay? 古代就用人去陪葬殉葬。這個做法其實是很殘忍的一件事。我去到孟子的時期已經批評過了，他是特地引用到之前的人的說法，他講到說喂，這樣很壞的始作俑者無後乎，即始作俑者的人，即第一個去製作俑去陪葬的人呢，其實是絕子絕孫的。OK， 佢冇後代嘅要，點解咧？呢樣嘢就好不文明，咁所以佢就大力批評呢一點。咁後來咧，啲人就引申做就係始作俑者嗰個人咧，就係一定係做壞事，係第一個做壞事，所以一定係貶義詞嘅。我舉個例子，譬如話啊，老師咧將嗰啲破壞咗校規嘅始作俑者咧，去咗做一個懲罰，或者懲罰咗呢一班人。嗱，呢一班人嘅時候，你見得到咧，我哋頭先用到係破壞咗校規。要是負面的，而是第一個做的。所以呢，三個成語的仔細分別雖然都是有第一的意思，但是第一個承受災難、困難、一個承受問題的首當其衝，中性一點的，客觀描述事實。但是獨佔鳌頭和剛才的始作俑者，一個褒一個貶，大家用的時候要小心一點。好了，這一集去到這裡，大家有空要訂閱我們的 channel， 拜拜。